祝各位贵宾跟中场、请注意，奏乐鸣炮，请分享。 严毅盥洗手，盥洗。请主记者就位，陪记者就位。 请诸位转向外面，鞠躬，再鞠躬。 三鞠躬，请司礼僧恭读请主文，恭迎业主业中大典请主文，焚香对望对天三拜。 Thank you.
喜忠文宗长啊，他是我们禅宗法人这个后湖喜忠修院的董事长，我们非常的热心啊，今天专程从金门过来给我们指导，谢谢您，喜忠文宗长。理事长，欢迎理事长。在去年来参加啊，这一次又带了一大票我们彰化的这个喜忠军啊，彰化大学第四队啊，因为您到了前面已经来个备份了，谢谢您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我接着请来，请发起这金门同乡会理事长，陈路宝来当机会啊，这个事业非常成功，也是总会的副会长。啊，在下面的还有豆皮啊这里。我们来台湾的期待，所以呢，这个我一直不知道说我祖先的坟墓上面写的朱埔是指哪个地方，我知道是金门，但是我不知道朱埔是在哪里。那终于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认祖归宗，知道我们是来自于金门的朱埔，那我们来的期待将近200年了。那各位都是金门过来的乡亲们。那我希望就是说，在台湾以后过了几代以后，你的子孙们也知道，对自己来说，我是金门的朱埔来的啊。那我个人的话，在从小在台北长大，所以没有机会到金门去。那我在。Thank you.